我捧一个花，这样子可能就好一些。我给你拍张你试一下。你不能是这个角度啊，哥，你得平一点，平一点。工作日常，拍照。<笑>拍了吗？咱就录视频，为什么？<笑>你可爱。 罗浩平时也是脸上这么严肃吗？他平时完全不是，我就好像没有见过他笑。对，到目前为止没有。对，都是萌萌在傻笑，憨憨的。啊，这个真好看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这个好好看，我天啊，真漂亮。 还挺好看的，巨好，可以原图直出的那种，天啊。